OK， 我们到了蝶舞涧。我们的房间今天是住在西万两大，它这边有分好几区，有 A、B、C、D、E。我们住在西区，就在眼前的方向，四点可以入住。那我们现在要去热带温室餐厅去拿我们的下午茶，取用的时间是两点。这边的晚餐时间是六点半，早餐的时间是八点半。那待会我们在四点半的时候有一个园区导览，集合地点也是在热带温室餐厅。我们到西万了，我们是第一点。哦，那有一点远，我们是C16。没有，我们是 C3。啊，那就是隔壁点而已啊。对啊，你们是几人房？我们是十二人房。没有死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C3，C3。我们现在来到热带温室餐厅，我们要来拿我们的下午茶咯。哦，好凉哦。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？面包，然后可以看一下吗？也可以啊。然后这是你们这边自己的茶吗？对，我们泡的冷泡茶。哦，它有三种口味，乌龙红茶还有一种是清泉。开箱哦。它这也是都我们这边自己做的。哦，这是 scone 吗？对，然后这米香，这马德莲，这米香包。哦，啊，这个也是那个果酱，这是什么的口味？凤梨果酱。哦，凤梨的果酱啊，哦，好特别哦。所以这个要回收吗？还是是送我们的？就是送你们，可以带走，理解可以带走。对，上面还有这个蝶舞剑。对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抓到了，你们在干嘛？秋千，说你是谁？是辣妈。我是辣妈。我是辣妈。我是辣妈。这还宽，蛮宽阔的。呜耶！哇！哇！幼稚。我们要去我们的帐篷了。好啦，耶！欢迎欢迎，里面坐里面坐。你好你好，欢迎来吹冷气。这边有提供牙刷、梳子、浴帽、刮胡刀，还有浴巾，还有这个，这还蛮贴心的。这个待会晚上去洗澡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带这个。这边还有提供电源跟防蚊液，床还蛮舒服的。我先试躺一下，哇，哦、啊！然后还要一直压，一直压，然后还要倒出水了。而且我筷子不够长，所以就是你要稍微压一下，然后旋转的，让它的方式是可以是扎实的。对，希望我回去就是吃它的时候它没有发霉。然后我觉得挤这个真的很好玩，因为。他们说这个纹路啊，会看得出来，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勤俭的女孩？我想我应该是吧。我们来男生的看一下，里面厕所长怎么样？空间还蛮宽敞的。这边是淋浴间，还不错哦。里面还有婴儿澡盆，这是洗手间。哇，好多蝴蝶啊！蝴蝶，蝴蝶，真的真美丽。哦，这也太多蝴蝶了吧，满山都是蝴蝶。
不要用久，我怕等一下我觉得拉着好了，蚊子才不会进去啊。没有，蚊子会扯上面。没有关系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的，拉起来。拉！这个是不是这样啊？这样的。难呢！哎哎，不是，我，你应该这样子，我们拉。